看见了吧，今儿这早饭是我做的。嘿嘿，说真的，当年轻的时候就不会做饭，本来呢是想熬白粥的，可是开始水放少了，差点煮成了米饭。后来又加了点水，才熬成这个样子，让你们见笑了啊。
涛同志。哎呀，王院长，你来看看那位新来的女同志，说和你还有陆大姐是一个部队的，看看你认识吗？嗯。哦，哎呀，哎，你好。哎呀，好像有点印象。哎，您是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我真是记不起来了。您是？你这个狗特务，你把李焕弄哪去了？哎，老王，你看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跟你拼了！我，你这个家里话，还不缴械投降？我告诉你，昨天丁局长已经派人去过你的办公室了，是我带他们去的。你枪里的子弹早被公安同志缴获了。丁局长，我投降。我是个文员，我从来没有杀过人，我投降。押解。这是咱们家所有的钱，妈妈现在把它交给你，好好照顾两个弟弟啊。妈妈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妈妈接到了一个紧急工作，要出去工作一段时间。那刚才爸爸在家的时候，你咋不说的呢？妈妈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呀。不对，爸爸走以后，妈妈也没接过电话，张明也没来人。小顺儿，家里的孩子你最调皮，不像两个哥哥这么听话。妈妈走之后，以后啊，一定要听爸爸的话，听两个哥哥的话，听见没有啊？知道了。妈妈，我们送你。不用送。陆文英同志吧，是我。你这么着急去哪呢？你什么级别，敢跟我这样讲话？对不起，领导，我们首长想见你。首长？什么首长啊？就在车上等你呢，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不行，我着急上班，我有很重要的工作，有什么事啊，让到单位找我去。那恐怕不行吧，我们首长等你半天了，您不上车，我们也没办法交差啊。我到市里告你们去。可以，先见了我们首长再说。走。
白光，您坐后面这个。咱们俩那个新地儿，你还告诉过谁？怎么了？昨天晚上米雪芳去了，去前他就确定我在哪儿。 帮我盯一个人，谁？你认识？上次我让你打死他，你没敢开枪。那个解放军当官的，只有一个人。是我让他跟着你的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不确定你有没有骗我。万一我姐姐死了，我好知道到哪能找到你，给他报仇。这人是谁？我怀疑就是他，从医院救走了米雪芳。 不会吧？他没这本事。告诉我他是谁！都办完了，您要的东西，图纸都帮我们准备好了，量很大，比您要的还多，都在车上，请上车吧。 给我车钥匙。您会开车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秘密女士当然会开车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现在。 知道我为什么一定到这儿来吗？因为我太了解你要见的那个人了。他跟了我30多年了，这个人心机缜密，无人能比。如果我今天不到这儿来，他肯定不会露面。等。 恭喜你还活着！你用多的本事是跟我学的。从你到日本，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你是来杀我的。
小鬼，你真的是个鬼！怎么这么没礼貌？你不应该叫我一声干爹吗？我恨不得现在就咬死你，吸干你的血！我对你也算是有救命之恩吧。你找到我，就是为了利用我，因为我的身份，因为我是谭宗培的外孙子。不错，将军，您都听到了吧？我没欺骗您，这些年流沙一直是跟着我的。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让我和我外公见面，让我们团聚。1945年以后，你把我当成一张牌，一张要挟我外公的牌。这是我的错，将军。那几年我们在立场上有分歧。徐武官，你过来。刘沙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让刘沙进你们那个训练班呢？将军，我们是在培养刘沙。我曾经承诺过，只要您到了那边，刘沙就会被授予少将军衔，他将成为我的接班人。我已经退休了，要不是回来接你，我在那边也该娶妻生子，安度晚年了。将军，您是知道的，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，可至今未娶。这些年我一直拿刘沙当作自己的骨肉，即便他恨我，到日本对我用毒，我都没有点过他，只有炸死。我是希望他能够消除心中的怨恨，我真的是怕我们父子之间相残。闭嘴！谁跟你是父子？你可以不拿我这个干爹当爹，但是将军，请您放心，只要我人还在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可以保刘沙平安，保他前程似锦。将军，您该相信我了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跟我回家去，我和你好好谈谈。回家？将军，我们必须马上走，时间来不及了。你还妄想离开这儿啊？我告诉你吧，不可能了。就算我们离开这个码头，那么解放军能叫你的船开进大海吗？难道解放军有多么强大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们当然知道，你们一再的叫嚣要反攻大陆，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？还不是因为害怕解放军和他们的海军吗？将军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徐根才啊，昨天你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多，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呀。当年那些弟兄里，你是最听话的一个人。我真希望你今天听我这老头子叨唠几句吧，放下屠刀吧。你既然回到了这片土地上，这是难得的事啊。如果你能诚心悔过，政府那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。好，将军，请您跟我上船一叙，咱爷俩好好说说话。让我上你的船？是啊，这码头上人多，小心有人打黑枪啊。我不怕打黑枪，但是你如果能听我几句，我可以跟你上船。好，将军，请。等等，刘沙，你不要管，徐副官是不会伤害我的。外公，您错了，
从我看到这条船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猜到你在船上埋了炸药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怎么敢明目张胆地走出来站在这儿和我们爷俩说这么多的话？你是长大了，可以接班了。许根才，你将军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可是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和我外公一起上船？难道你想陪他老人家一起死？你说对了，我已经退休三年了，可他们找到了我，是我建议把黑条 Q 这个代号给你，要你回大陆完成这项任务。他们曾经向我许诺要竭尽全力地保护老将军的安全，并且拿出总统手谕，可是现在他们改变主意了，他们要老将军死。将军，我是个军人，我不得不完成，不得不执行这项任务，可将军对我有大恩大德，忠义难两全，我只有与将军同死。没有人会陪你，去死吧。刘沙，不要杀他，让政府去审判他吧。徐根才啊，你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呀。将军，请受我最后一拜。想恳求政府，我这外孙子，外公，别开枪！安琪，不许动！喂，刘沙，
多好的医生在，我帮不上什么忙。局长，我要求参加工作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马上抓到米雪芳。好吧，马上提审犯人，和陈亮一起。是。你让我到第九医院去救米雪芳，可是米雪芳在我到之前就被别人接走，是谁干的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救米雪芳？是图纸的命令。是那个贾李化吧？你们在火车上谋杀了李化，然后用一个假的来代替他，又在火车站精心策划了图纸丢失，目的就是为了铲除所有有可能暴露的特务。贾李化是带着图纸来广州的，所以他的代号叫图纸，对吗？对。那个图纸为什么要让我去救米雪芳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图纸也是临时接到的命令。我是临时接到的命令，让我营救这个女人。我当时已经准备走了，根本不敢管。而且我知道有公安局的人盯着她，营救她很难，所以我就让卢文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你。谁给你的命令？为什么要救米雪芳？我接到电报。至于为什么救她，当时我也不明白。现在看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她就是秘密。秘密？对，是一个和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国际组织的使者，代号叫秘密。秘密图纸？对，秘密图纸是一个联合行动。我们的任务是，除了营救谭老将军之外，还要配合秘密完成他的使命。什么使命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跟秘密从来没有见过面，只是他让我帮他准备了大量的硫磺。你们有没有约好什么时间行动？几个月前就约好了，今天。今天？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时间、地点，干什么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他本人知道。马文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雪芳就是梅花的意思，米，蜜，秘密。李华说的对，刘梅就是秘密。他曾经跟我说过，他参加了一个什么什么组织，而且那个组织很强大，是帝国主义列强针对我们祖国的特务组织。他们妄图颠覆我们的人民政府，真是痴心妄想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那车硫磺，还有马半仙。这个马半仙儿，我们倒是掌握一些情况。原来一直把他当成小人物放养着，没想到却被他蒙蔽了。报告，进来。我们找着马半仙了。在哪儿？东郊，人死了。石云，跟我出现场。是。报告局长，那辆车的痕迹到前面路口就消失了。小周、小刚，到，马上通知所有的重点单位和重要的设施，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，严防敌人破坏，特别是重点防火。
这是一张广州水利工程的图纸，工程建设遍布整个广州市区啊。局长，我觉得咱们现在的思路好像有问题。说说看，什么问题？刘梅他们的目标似乎不在市区，他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硫磺，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，人多的地方不等你点火就会被群众发现，所以西郊水库。局长，您刚才说了，这张图纸的工程建设遍布整个广州市区，但是水源地只有一个，就是西郊水库。刘梅在东郊和马